昨天呢，我们把圣诞树装上了，结果今天白天我俩不在家，回来之后圣诞树还健在，但是灯没了。是你咬的吗，卢卡？啊？你看这灯。不看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啥啊，卢卡？这个灯就存在了一天，就坏了。卢卡现在躲在那儿不敢出来了。卢卡过来！你现在咬了，这灯全都咬碎了，现在满屋子到处都是这种碎片。过来，卢卡！你躲在那儿干嘛，卢卡？狗狗碎碎的，敢做敢当，出来！是不是你咬的？嗯？你咬了你就穿到身上吧，卢卡。是不是你咬了，李友？啊？来，我们看是不是李友咬的。李友，是不是你咬的？是不是你咬的？李友。然后今天还有个 bonus， 就这个鼠标。这是个旧的鼠标，一直没舍得扔。对，卢卡帮你那个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只有选择是吗？我又在网上买了这个同款的灯，这个灯其实早就到了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安，就怕它再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把它安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坏的灯从树上拆下来。卢卡，都是你的锅啊！卢卡，你过来赔钱，过来，过来。哇塞，我们的树终于又亮了。卢卡，不能再咬了啊！卢卡，不能再咬了啊！